咖喱公气象，上新的天气暴力灾，接下来时间到气象波叔加新兴，波叔你好。阿顺你好。波叔啊，昨中秋哦，虽然讲这个云有较高，也不过也是有欣赏到超级蜗牛。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哦，那是想要继续看到蜗牛，敢有机会咧？波叔请讲。哦，咱这几天啊吼，可能天气较歹，啊，过今日暗时吼，咱可能同款水气较侪，可能爱看一寡运气。啊，是安怎样啊？咱来看卫星这个温度吼，位温度咱头下看到台湾东平这吼，是第十四号风台吼，葡萄山啊，即马已经开始吼，伫接近奥基纳瓦这边的天气受到伊个影响。另外吼，咱伫菲律宾的西平这吼，有一个吼，确实这个第十七号这个地气压啊，即马看起来吼。可能今日应该有变风台，才有机会啦。咱台湾这附近哦，就是咱东平这边水库较侪吼。未来天气的状况，咱来看预测气流甲雨水图啊。先来看这十四号这个风台吼，葡萄山吼，伊明仔应该就会通过这个奥克纳瓦，慢慢啊吼往这个中国的这个长江口这附近，可能够吼影响到上海甲苏州这附近啦。啊，另外吼，就是讲伫菲律宾西平这个吼，十七号低气压吼，伊看起来今日暗时应该有机会变风台。伊若变风台，就是变作是第十五号的这个风台叫苏里。啊，伊的路草看起来是往海南岛甲越南这个方向伫走。台湾的部分哦，咱注意看哦，咱差不多拜五开始甲后礼拜二，咱台湾的天气非常不稳定哦，因为规大片的这个低气压拢伫台湾这附近。地气压即较强，即个西南风吼，所以咱中南部地区这边雨会较明显。其中啊，礼拜甲后礼拜二哦，台南以南这边雨真粗。啊，咱来看明仔啊，甲后日的这个天气哦。咱今暗甲明仔算讲新竹以北、宜兰甲恒春遮会喷淡薄雨吼。啊，明仔咱算讲嘉义以南、北海岸、嘉南遮毛局部短暂雨。咱中昼了后，明日以北、台中啊、南投以及宜兰、花莲、台东这边有西北雨。未来五天的这个五天的这个状况哦，咱甲看这个溪水吼，伫中南部这边吼较红吼，啊有一块桥啊色的情形出现哦，表示伊这雨就较明显。咱即摆看起来，咱吼拜五甲后礼拜二吼天气较无稳定，特别是咱吼伫这个中南部地区。啊，即摆看起来拜五甲拜六吼，咱高雄以南以及台东这边吼，落雨时间较长。啊，局部阵雨，中昼了后，咱是桃园以南甲花莲台东有西北雨。礼拜即天是台南以南甲花莲台东这边有局部的阵雨。中昼了后，咱各地有西北雨啦。后礼拜甲后礼拜二哦，苗栗以南甲花莲台东有局部的阵雨。中昼了后，咱各地有西北雨。所以吼，咱算讲后礼拜甲后礼拜二哦，台南以南这边雨真粗，啊，咱桃园以北甲宜兰雨较细。所以咱今日天气的提醒哦，咱拜五到后礼拜日天气无稳定哦，啊礼拜开始台南这边爱注意哦，雨较粗。另外，咱是花海即个较低即个所在可能会积水。葡萄山风台哦，今日明仔影响到奥克纳瓦第十五号风台哦，苏里可能今日暗时发展出来哦。以上是咱今日的甲你讲气象，即马甲时间交予咱的主播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